给他 Q。嗯。虚空中第一。OK， 拿着小。我们扭一下 Q。哦，没 Q 了。没事，慢一点。没不到。我们抢二了。他要 Q 你了。单开的打野应该是红开的。应该是红。两级了，上去吧，上去可以勾人了，来吧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的。操，可以的。Oh shit！ 我全刷吧，行。可以啊。深渊由我驱使。天爵应该会刷的，难看看吧。他下路有血的，他应该往下刷的。你插眼吗？哎，也全在啊，也全在。他嗯。你可以来，我们控住这儿呗。那个我们打野也会难。可以可以。我多没线。他不会抓下路。对，我知道。他应该上。我把线让给他。兄弟，他。我回去了。给眼了这里。他好怕。然后他们下路直接不来的，他三级了，他没打蓝，我 A 一个也三了 ，A 一个也三了，这蛤蟆可以进啊，这他，来就打蓝，三级，我可以再下的，可以啊，这波他可能想换，他想干了，小炮呗，看呗看呗，能蓝啊，可以打，你说有钩吗？来吧来吧，小炮，小炮看着，小炮没打，我操。可惜可惜可惜，这没啥。这样吧，坚守自己的。上 W， 他要是拒绝上去的话，我们去越他吧。他多少血啊，小宝？他一定得回。再中再中再中，看到吗？我们辅助能靠一下。我看不了，你快走。不用靠，不用靠，不用靠。那他就上个蟹子，防 B 了，他们 AD。AD B 了 ，AD B 了，推就好。我 B 了，我也 B 了，我 B 了上去。震一下。没中上路，就上完线了，打野，他可能要越你上路，我能来，我在路上。他标记我了，应该是。他要越你，我在路上。打他吧。他要先吃河蟹子。我在路上，我有点慢。嗯，再进去。好闪！我操！哎，我知道他没死啊。哎，鳄鱼没闪，鳄鱼没闪。我可以靠得住，反正有机会。我看吧，没机会我就坐脸走了。我比洛快了，洛刚币。鳄鱼交闪了，天劫交闪了吗？没交，没交，没见到。有机会。鳄鱼是没闪的。我在看他换。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好了，洛下波会去中哦。嗯，我币了。我们都看中，我们位六级会很快是吧？在这边，你跳臀线，我可以动龙。嗯，我在臀，在臀，在臀，我可以直接打辅助看一下，等会儿。OK， 我先动了。有剪影看到我了，他知道我在打了。我上面换了一套。AD 半血了，但千珏怎么会去上啊？不知道会不会？就他开大荒去了，他直接。他是去上了，我们可以越下的。可以。他把一级给我了。看看吧，能大虫子，我们可以越下，他当然要去上了。我当然龙可以来。他们从来都没。他上了，我们越下吧。嗯。来呗，往前走。等你们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们走过去 A 他就行了，等会。有 Q 吗？来吧，我有 Q。AD 吗 ？AD 呗。AD 能勾吗？勾了，勾了，勾了。好约，我走了。Nice， 好好好好。我操，完美。现在再上是吧？嗯。应该打他。满血吗？回了，回了。单血。我
好，那应该打。回来，回来。但是他们两个都没用闪，还是不是？嗯。喝个果。毙了，红子应该没了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。他居然还手了，我的问题，我不应该还手了。没事，顶住 A 勾，这把成功用下了已经。顶住你住 A 勾，牛忘了吗？打团你出敌的。我毙了，他在吃我蓝应该。我毙了可以下了。他很残。对面在左边。我被虚无所包围。我马上六了，我现在下路勾到就是一。但我感觉没什么机会，我下去。我可以来。我六了。我做个人走了。下去，我想推这波线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你能看我吗？他这个有点残。你跟他一 v 一吧，他也打不了你吧？他有大吗？啊、我是怕他来抓我。没闪。可以下。刷吧。好不好？打了打，他会死，我来推了。下路线可以越。他打不了。AD。死了死。AD 没闪，AD 没闪。他如果要是守塔可以越的，他知道我在，我眼漏了这边。他应该不敢守塔了，我下半血漏了。应该是不敢。不吃了，你继续杀吧。AD 用闪呢。可以稳住吧，下路很优了已经。我压力不大，没什么压力。上行是交闪推进的。都护打去。哇，中气 ！AJ 稳住 ，AJ， 你先等一下，他只能杀你，他可能一直会搞你来一个。对他来下一波打，我不换血了，我不换血了，一死不了的我。他下路一定来不了了。双方没大没闪的，我们可以进到哪里？我的问题两次，他就换血了我。我先下去吧，下路被推了，稳住，可以。打起来我被锁了，他们两个双五落六了。这个。哎，他们靠中了，靠中了，靠中了。没事，他落给我打断，可以跟他换一下。OK， 你能看我吗？我在反蓝，我在反蓝。泰坦可以看啊、哦，打野只会在上半区。我操了！他们换线啊！给他毙了！你直接推线呗，我能看。我推了。我在哪中？我将会改变。坏了！好像早。他也没事。诺没回，没回。看小炮吗？小炮后面的那里。他进去会来，别我的了，他进去会来，进去会来。鳄鱼好像有踢，不是好像鳄鱼有踢，没事啊，他们这种踢下面的踢呗。我是和线手，猎物已经标记，因为在这边，小心他抬牛，他也在后面。六，印记给我了，我闭了，双六吧。OK， 我吃点线回去。大王可能去。三王可能去上，他诺是想回，他诺一滴，嗯，我推了把那个，诺回了，他打野还在中呢，你可以去 A 阵眼挂着，嗯，你去啊，吃了这个，你锁到他会死，我也往上吧，你去 A 吧 ，A 了我往上走一波，我有点远，他远，去中，我也可以靠中路了，他就想推我，诺应该在他后面，他俩去帮他呗，我在，我这波也来中了，你可以卖一下，我在这里，那个傻子可以看我们位置，我跟泰坦在。这波能卖一下，稍微看看。毙了，我给他们毙了。我在的。来看吗？我有点慢，你先慢，你先拉一下，OK OK OK。我现在可以了。我在的。可以打，现在可以打。千拳吗？可以看。打不了。留住算了，把眼。没事，我排眼配。吃小龙好了，我下推一波。鳄鱼先回，快先踢啊！我打一波再回。我下波才能踢。我去偷两个虫子去。哎，能看吗？不要。我打一套，你下路先这样，下面视野全没了。你要打龙吗？后面还我就偷个虫子，我先偷个虫子。我们下路有线，你偷个虫子下来呗。对，我下来，下路不是有视野吗？现在到我这，那我帮不了。那我们下路看看吧。鳄鱼，鳄鱼 TP 了，我排下眼，还是能走吗？你这个 TP 龙了，应该能走。赶紧抬哦！你闪了鳄鱼，随时可以杀不死他，算了。没事，你在下面控龙呗，来下面控龙。我有踢下路，不用，你不用踢，我们正常玩。你上路发收塔就好了。你中路推完线直接去下吧，是不？他上方有点慢的。OK。
他说什么技能？全技能的，全技能都有都有都有。OK， 可能给压力吧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来？不到。都没踢的是不？你在被我卖了不？他们会走，他应该好像退了。我们刷回飞刀，动龙吧，动龙吧，龙了，到龙了。我在这边，露西装了，回了。你去看我去。我在。绿装，他们来来来，救一下他们。我们都踢的，我们都踢的，这边有眼。哎，今天不敢来打，过来打可以来打。我可以来。不要了，我中路不要了，要不了。就这样吧。我怎么吃不了啊？我吃了，他过来不就杀你了吗？我只能让。他辅助在的。辅助在下，辅助一直在下。吃了他是过来不就杀你了吗？我只能让。他辅助在的。辅助在下，辅助一直在下。还可以。对面又打不过，对面鳄鱼。鳄鱼没那个的。你先 A 吧，我怕他们落这波闪现抬我。这个塔没有吃。他应该去有印记了。上往上靠的。没有，看不了了，刷野吧。我来上路保你不？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也靠了。我这波能看上，上方也在，可以打，我在路上。鳄鱼没闪吧？看看吧，保一下。鳄鱼没闪，兵线没了，兵线没了，兵线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拉手，好拉手。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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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拉手，好拉手，我在，我很快，我快的，我快的，等我一下，你再打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一上王走了我，慢点，上王，我快上王了，我有家给踢过来，落没闪，我去不了 ，OK， 没事，不用了，那我他们你踢上，他们下去，你下去，来，看，我在，就看鳄鱼，就看鳄鱼，没闪的，哎哎。勾勾 ，nice， 可以先推上吧，我推上，我推上，你可以看着去下一阶，要么去下吧，下塔很多血。OK， 那我直接去下。没事，他飞过去，我可以去追一下。我们俩就可以追，千珏没大，洛没闪的。反正点塔吧，点塔吧。洛没闪的，没闪没大的，没闪没大的，沙皇没大的，不用怕，沙皇没大的，洛没闪没大。没点燃，我他闷的好，我被他踢过去。我 A 上塔，我 A 掉了。我靠中吧，你靠吧，我把上塔 A 了。你吗？能看见他吗？可以看，留不住。慢点，你们小心那个鳄鱼哦。我操，伤害好高。可以看吗？没大的，两个都没大的。我操！我主力不在，主力不在。没事，不急。他个鱼有在干嘛？没闪，干嘛？那开双我他啊，他也没大，干嘛？我好像点退下塔哦，应该能点。我回了，回来看先锋。他好像有个他没什么伤害的，对，我们看先锋吧。我纯溜的，我就发但我这个没大，小心一点。我的第二身皮肤，我往中走呗，我守着过中塔正好。洛跟千珏没闪，我打他一拳。你 OK？ 我在后面。你这个你要小心，我兄弟，你有点狂。你吃吧，你就吃了吧。我中先锋了。上路没都在后面，千珏下去，他不要先锋。你下路可以看着给中路吃血，也无所谓的。中路有线。我知道，我在看。我逼一波。哎，他们的红可以进，可以，我没踢的我，我来线。小龙1分40秒，小龙，我们这个小龙是要去那个拼一下的。我先反红了，可以看我，可以的，再看，鳄鱼也能看的，来，先反红，先吃红，对面下路应该上去了，对面下路都上去了，在中，没事，打掉了这个红，我先靠稍微靠一点，再去吃冰红，这波黄金风也可以，这波塔血不多，放呗。哎，下路的护卫塔可以给了一丝血，放吧。我当这波线来龙可以吗？我线有点差。能直接开过去，撞着走。上方有踢吗？上方。喂，那这样我推上二了。千珏没闪。我推上二了，可以吗？我推上二了。可以，你推。我不来了。鳄鱼会去的。那我守沙鳄了，我你守吧，你回吧。我守吧。准备。这里有眼吗？对，肯定有眼。对，小龙要看的，千珏是没闪，我们这波要拉着打，不能 all in 一波的。千珏后面，千珏也去了。没有走。都在 AD 也去了，上位也去了。好吗？
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操！沙皇没闪。TP 刚好。沙皇没闪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波小龙是我们的。沙皇没闪。他有闪的周瑜。沙皇没闪没打。他没闪，他没闪。他们这波四个。应该死了。在画的吧。nice。哇，好猛！他没闪。出来直接打，出来直接打。几个闪啊？他们总共没打。鳄鱼没闪，鳄鱼没闪，鳄鱼没用的，我们吃龙就行了。吃小龙，他鳄鱼怎么火气这么大、啊？这样转的，这样转的，这波本来就有可能打不过他们。我操！我感觉他温度有点高。我刚好了我。他温度有点高是吧？我也感觉到了。他温度太高了。我刚我直接闪现咬我，我日！我靠，他没闪。千珏上路太大了，千珏。千珏没闪，他我们千珏要小心，他有点肥的。应该不要了。嗯。我打完厕所，他们中野了。嗯。可以不用管千珏，他们千珏可能会有操作，其他人他会进我们上面吃的，应该我有贴他们进来，我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可以看一下，飞机可以卖一下，我可以买，我可以卖。嗯，沙皇没闪的，小心卖一点，卖一点，卖一点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贴正面，贴正面的我。我十秒了，这个辅助辅助辅助搞辅助搞辅助就搞这个辅助，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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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追追追追，就杀了他就够了，杀了他杀了。哎，我说我在我在我在。哎，我可以锁他，你有大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看吗？哎，这样可以杀他，可以单杀。六了。哎，我踢了。踢了是什么？鳄鱼的踢，鳄鱼的踢。没事，我能走，能走，他没闪。哎，大龙杀我们吧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来来，我在呢。可以杀，可以杀。好。能杀吧？我们一个都。那是。我们一个都没追死。不是他为了救这个乐。AD没闪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仨确实出问题。哎，第一个一控了我。我操！啊，我这能没吃到吗？哎，他都不抢，也要泡泡车。我杀那个辅助不想交大了，哎，有点浪费。我一控了，我一控了，我第一个一控了。中二掉了。还行，那边转，那边转。我一边转就行了。等我大招吧。你去下吧。对，你没闪，鳄鱼也没踢的，鳄鱼也没踢的。我们上半去打，多个踢的。我觉得，对，我们就上半去打，可以看一下大龙的。我觉得这波他鳄鱼如果对他们换钱，鳄鱼去下了。我当了四十秒，我有一闪。飞机去下吧。AD 上单没闪 ，AD 上单没。你去接吧，那个傻子，你不用出去就接就好了。然后你看着我们打大龙。没有没有，那效线很差的，我们就走一起就行。那来吧，等我等你。进呗，鳄鱼。推上二吧，这有人。推上二，推上二，来来来，我十秒大，十秒大。一走就边线，我没边，你别边。就推上二，直接就推就完事了，就跟他们推。我大招十秒，大招十秒。对，就推他塔。鳄鱼没 TP 的鳄鱼。这波打好了，可以打大了。OK。我去正面。抓到了。先推吧，这波。推吧，推吧，你们推。一起吧，一起吧，中线我不管了。看着可以越他，勾到可以越，勾到我可以秒他的。OK， 我就这样吧。宝宝，我这一大步，我这一大步，秒不了吗？秒不了呀！哇！你要死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操！这么高层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就没了，你就。张二要守啊！这鳄鱼没 TP 的。我破壳一下，我破壳一下。没事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他没了，这伤，他有六重。我可以帮你抓一下，没空戳我太痛了。先帮你抓一下，可以弄他，可以弄他。他没闪是吧？没闪。能来，跑了就算了。那边别打，那边别打。等一下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别开别开别开。我在走。他中路想开的，中路想开的。我在往中走，我在往中走。中路想开的，小心落，小心落，左边落。鳄鱼，一看鳄鱼，鳄鱼左边，鳄鱼在屁股左边。鳄鱼，鳄鱼没了。慢慢打，慢慢打。看鳄鱼这里吗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没事的，没事，过去。鳄鱼这里，鳄鱼这里。大龙没到了，我有踢，我踢，我过去看一眼。不用，他们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他们打了，他们要打可以打的。没事，我会下个影，我会下个影。洛跟上皇都没到，洛跟上皇都没到。洛用闪的，洛用闪的。他们在打吗？这么大胆吗？应该不会打，应该不会打。对啊，他们这不打算就等龙打呗，等龙打吧。对，两分钟龙魂，等龙吧，等龙吧。嗯。我操！这沙皇有点痛啊，或者我打上火了。现在巨剑没到，我们还是可以找机会，感觉巨剑没到，我觉得随便锁。全是解释。鬼就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好。
撤了先决。先决，哦，不是那个辅助应该也没闪，但 AD 是不伤害的。中国人在这里，看一下吧。我感觉中路看到他红给我偷了，先决在这儿红给我偷了。躲这边，找机会吧，来吧。放下愤怒吧。可以啊，这样这样。我中线。想他们大龙，他们打大龙挺快的，他们三个。我感觉我们去大龙吧，我可以来，我可以来，可以看的，可以看的，这里。我们其实逼大龙，欠缺能锁的话，我们就一起 all in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往这边追可能不好追，但我们逼大龙他们，逼大龙呗，对了，看大龙吗？等龙魂吧，我们龙魂快刷了都。那行，等龙魂吧。对，我们龙魂的，我们龙魂。龙魂我能开的。他跳了线带完了。那我想回去打个残翼。等会我自己搜了，他们三个可能大龙的，算了，大龙挺快的，他们三个。是为了那些回避的人。三剑，是刘野。把家里男先吃了吧。看一下呗。这波我们不开了吧？能看吗？沙皇这边，小青蛙，小青蛙。慢点哦。过不去。我操！我也过不去。后面千珏。慢点。我来了，球没闪，球没闪，洛跟那个都没闪，得拉一下，得走得走得走，我一滴我一滴得走得走，你们直接走吧，我直接回了，你们俩走，中路也走，中路也走，最好走，踢过来的沙皇，先拼了，大龙，他们等大龙，没有，他们要追你们，他们要追你，小胖没闪，沙皇洛全部没闪，大龙，你们去龙魂吧，要不，你回击沙皇，大龙，我们去小龙吧。大龙要开，他们要开大龙。大龙我们可以守的，可以守。你回去炸大包吧。大包。天阶有大的，你看守。可以操作他们大龙。走一起呗，看我一下。嗯。看我开了。哎，这大龙特别好。我这不要天阶，我去卖。天阶有大。不要卖了，我卖了。哎 ，A 他一下。好飞。好飞。慢点，别杀我！上我！牛逼！哥们儿回家，哥们儿一波打了3100，兄弟回下帽子。千珏用闪的。三输了。嗯、对我直接买杀人术，受不了了，我操！我点一下这波线。你带线？不是你大刀，我给他秒了，他再搞，算了 ，OK。黑中下吧。哎，我要不要稳一手来个中亚什么的？帽子买不起。感觉不用，输出拉满吧。啊？输出拉满的呀。古龙魂是得追到了中亚。都这么说了，他妈的还买什么中亚呀？烈焰龙魂不都是中亚的龙魂？烈焰，我这不没闪，但是他们三个都没有，他们刚刚三个人用闪了，沙皇 AD， 我不得稍微放一下，中下，你们刷，这不我们打得好，可以一波了，他们五个没闪，应该是的，只有鳄鱼不知道，其他四个都没了。我操，这 buff 我操，早知道我。你再走。我站中吧，你们四个下路吧，我站中路吧。那是九桶在中，你跟我们吧。不，九桶跟我们。九桶是漏的，你们站这边吧，我不会死的，我会找机会侧面开的。他们可能会开我们，选一个沙皇。嗯，就追沙皇就行了，就追沙皇。漏吧，其他人不好开。漏开不了，真的。对，傻子 K 你可以装一下的，我就在旁边给压力，我不会一弹。我装。你们下路小心点，我装塔了。OK，好，这感觉这把才是我们正常节奏，我们正常节奏。哎，我的，这边我不是约两波的话，这把应该是完美。我弄的，我也想杀他了，我要残血，我也好急。Okay, 不换，把应该平推了。没事。